结果就问他，我说你妈妈一定有个保养的方式，对吧？没有，我妈妈一生不运动啊，一辈子不运动，对，她没有真的，她很少，她连出到公园去都没有，哇，这更厉害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吃东西，她吃的也是很简单啦、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没有运动，她都没有，她跟我保证绝对没有。我说那那你这个你妈一定有特殊的地方，你告诉我。他说我告诉你好了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早上起来我一看我妈妈，哎，奇怪，你怎么两个耳朵红红的？啊，从洗手间出来，怎么两个耳朵红红的？他妈妈，你这个耳朵怎么红红？有人在里面捏你？他说不是，我从小我妈妈就教我，啊，因为我们大陆上那个不足不出户啊，对不对？不能，如果他想看到你，你就要嫁给我，对吧？这个很麻烦的，对吧？啊，不能乱看，对吧？那结果呢，足不出户就没有运动啊，结果。每天呢、哦、按摩耳朵，所以我从小养成这个习惯，每次洗完脸呢，我按摩耳朵，到处按摩它，整个耳朵压过一遍，压了20分钟。啊、哦，听听说，整个耳朵按摩一遍，他在整个耳朵在按摩的时候，全身内脏在动，他已经一生每天早上都做20分钟，你想想他的身体好不好？所以说你在忙的时候，你坐在飞机上，你做什么飞机操啊、静脉瘤的，那个、脚活动活动，按耳朵就好了，哦，不用去做那个叫什么叫伸那个大家都你不用去学，也知道啊、哦，伸伸手这样弄，那个、都不对。中国人的功夫呢，不是做直线的，好、哦，不是做直线的，一定是旋转的。为什么旋转？你一张我一张一条毛巾给你。对不对？里面有水，里面很脏的水，然后你肚子里面很多大便，一肚子大便，啊、哦，那你说要把大便排出来，啊、哦，这是脏水，你怎么排？你在那边折，啊，折对不对？这是没有文化，所以过去的你看西洋人的运动都是折，有没有？你看都是直线的运动，所以你看他做那个健美的那个器材是不是直线的？啊、哦，那我们中国人呢？你看粘毛巾怎么粘干？你一定是这样粘干嘛？是不是？大家都是不是这样粘干？好，那既然这样脸干，那你做运动为什么是这样做？你这样做的话，大便还在里面吗？好、哦，就一定是旋转，好、哦，旋转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才研发出来这个金经，所谓金经就是要旋转它。那旋转它的时候，把这个经呢，啊、哦，金呢要旋转。中国人讲易，易就是简单，同时呢，易是变易，还易是变旋转。那旋转的状态之下，人身体新陈代谢，气血才会流畅。啊，耳针呢？你在按耳朵的时候，你揉它、捏它，气机就在旋转。啊，所以你晚上如果真你们住远程的，你坐了巴士回去或怎么样，你一路上都按着耳朵回去，2个小时没事干嘛？就按耳朵。那看书头又昏，哎呦晕车，那你又没有五灵散，对不对？那针砸来砸，给他看到我砸公身，手上按的公身很麻烦，你就按耳朵，全身运动，好、哦。所以说我们不要讲别的，光是你这，比如说你有便秘，你从今天开始按耳朵，药也不要吃，针也不要吃，每天按，大便就正常了，就效果就那么好。所以那个老太太94岁，全家一个感冒起来，每一个都感冒，因为他们都在吃西药啊。老太太我没有感冒，吃什么西药？啊，抗生素也不吃，每天就是按他那个按耳朵，常年不生病，什么都正常，这是中国的功夫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东西非常好用实用，我们也不要花钱。有没有人设计一个工具来按耳朵？拿那么土对不对？那手机按还要设计一个工具来给耳朵按摩，不会那么笨嘛？哈、哦，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设计，不会设计一个东西来按耳朵。上帝设计你的手就是给你去用手指头去按耳朵用。是耳朵，啊，那我们过去的什么脚底按摩啊，其实脚跟耳朵，你如果这是你的耳朵，啊，你如果把它画的形状稍微凸一点，这是你的脚啊，这大拇指对不对？小拇指没那么大，这是脚吗？一样的意思嘛，啊，脚一样的意思，那脚的味道比较不好啊，耳朵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医呢用耳朵，耳朵。那我们在查耳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查到精确到，比如说我这个病人，
我们就沿着耳朵查，我可以查到，哎，胃的下方里面有发炎，病人还不知道，因为才刚开始，啊，不相信，这个几个月以后，哦，开始痛了，的确有什么西医讲的幽门杆菌，你看，早就查到，中医就查到，这就是靠耳针。好，所以耳朵呢，这个穴道可以帮助我们诊断，可以帮助我们治疗。治疗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针特别设计起来，就是耳针。那这个耳针呢，非常小。好，我待会会拿食物给你看。这个耳针这个形状是这样子的，中间是一个好针头出去的，这样子，它做成一个像图钉一样，好图钉一样。那找到穴道以后，我们把它埋进去，针后面呢一般有个胶带，把它贴上去。当然在埋之前呢，我们先一定酒精啊酒精棉把它擦干净再埋进去。那到底是埋到哪一点？就是阿是穴。阿是穴，好，现在我大致简单讲一下哈。好，这是耳屏，耳朵有个小屏风嘛哈。好，这是耳轮，有两个这个。好，我们前面介绍过，如果说这个耳珠这边的病人，有一个病人或者你先生。他喝醉喝了回来跟你装酒疯，啊，跟你胡言乱语。你说这耳尖的女孩子打耳洞的地方，你扎个洞放血出来，挤两滴血酒就醒过来，这是解酒穴，没错。那可是有的人已经先打洞了，以前是女的，现在很多男的都打洞了，对吧？啊，打了洞以后怎么办？这个老师这个穴道没了，没有还在，从旁边再刺他就好了，啊，因为大概的位置在这一带，你在这里放血，一般来说都能够醒酒。马上就醒过来，那个血放出来哈，他还胡言乱语的话，这根本就是装的，啊，这个一推二五六这，反正再推个一干二净，好。那如果说我们从耳针来做诊断，那过去呢，我们中国人呢，因为没有东西嘛，用筷子是吧？筷子很好用啊，但你不要找那个太尖的。好，那很尖的，那刺每个洞每个地方都痛。你找那个竹筷或木头筷，前面比较圆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一种探针，就是很小一根，好，那个像牙科用的那个柄，好，画起来是这样一个柄，好，那头呢，好，稍微一个圆头，圆球在这边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圆球，或者是用筷子、竹筷都没有关系，好，你。可以做我们探测穴道用的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人来了，他告诉你，已经告诉你我是坐骨神经痛，你跟这个病人讲哈，你说这个那个西医怎么讲哦，我的医生说我这后面有这个椎间盘突出，在第几椎啊，椎间盘突出造成我坐骨神经痛。OK， 你这样子跟那个医生讲，你回去跟医生讲，找另外一个医生，不要说你哪边痛，叫他给你拍张照，然后你坐那边的医生来啦，你的 X 光都挂在墙壁上啦，医生还是问你，你哪里痛？你说我照片给你了，你告诉我呢，我哪里痛？还是不知道，不但不知道，他还会跟你生气，那你要 X 光片干嘛？中医不是，这个是腰尾，这两个腿，这是腰尾的地方。中医不但可以知道哪里痛，我们还可以治疗专治痛的那条神经，而不碰到好的神经。这就是针灸，非常的精密。当你拿一个探针、探气哈，我们或者是筷子，在这个尾椎这边、腰椎这边附近找，当你找到一个压痛点，比如说是痛点。好，痛点，当你那个轻轻用筷子或什么一个，我们这个圆头的针哈，按下去，很痛，阿是嘛，阿是就在这里，好，那一点，那你这个针上面你会按下去，你会有个红点在上面，那个记号，找到这个点以后，你把耳针呢，这个针就埋到这个点上去，这个当然消毒一下哈，用酒精棉擦一下，然后埋下去，埋下去的时候后面有个胶布贴到。
一般我们耳针可以在耳朵里面埋六天，好。那夏天呢，埋短一点，那可能五天、四天，因为夏天流汗嘛。冬天的话，到七天到八天都没有关系，哦，因为冬天汗不多。哎，这个如果你埋的正确，你埋下去的同时，它站起来痛就去，痛就当场就去掉了，就那么快啊。好，痛就去掉了。那当然，除非你埋错，对吧？别人没啊，是这里，结果你埋下去不是，对吧？好，不是，那是你的技术不好。好，这是最粗浅的一个，好，最简单的一个诊断。那如果这个病人来找你，他有背痛，你用这个筷子的头或者是这个圆力针，好，我们在这边找，打痛点，这个病人没有病，骗不了你的，这就是人体，这就是中医，啊，所以西医呢，好啊，做了很多的片子在，好看起来很严重啊，那个做了一大堆 X 光片，实际上有没有什么用？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好，我就讲嘛，有用的话，你不要讲哪里痛，他那个按照片子就可以指出来哪里痛嘛。啊，你不相信，你去问问看。啊，这西医看到我也不讲话，我他知道我怎么讲话，他可以骗得了一般的群众，骗不了我。啊，心脏病，我们用在耳针呢，可以用在所有的地方。啊。什么西医讲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啊，哦，我们中医讲雷厉啊，心脏病啊，什么，哦，我们都通通可以用。可是在耳针上面，我们做诊断在做治疗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会区分你是什么病啊，心脏肥大还是瓣膜闭锁不全，还是动脉血管堵塞，还是冠心病啊，怎么样，不去和心肌梗塞，我们不去区分这些病，而是在心脏点，就是正中央这个耳朵耳屏这个正中央这边，这个正中央就是心脏点。你找到压痛点的时候，你身体就那个病人就是耳朵就告诉你，埋一针进去。我们在埋那个压痛点的时候，心里面只是想找阿是穴埋进去，埋的正确。里面的病呢，可能被西医说是肥大啊，好，心脏积水啊，好，心律不整，瓣膜闭锁不全啊，好，什么反正很多名称，治法是一样的。好，治法是一样的。那你一埋进去，埋比如说埋六天，好，平均是埋六天。临床上是这样子，我每次心脏病的人来，我就埋一针下去。这一针埋下去，六天他不发心脏病，因为心气非常的顺，气机非常的流畅，那快速到埋进去，就没闷痛就去掉了。那一直在这边跟到他嘛，我又不要跟到他，谁要跟到他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他病人可以回家，我也不要跟到他。他耳朵耳针跟到他，那在埋了这六天中间呢，尽量保持干燥。你要洗头的时候，把那个用那个塑胶袋把耳朵遮住，不要让肥皂水进去。你只要不要沾到水，就不会发炎。一再记得我的话，水生万物这句话用在所有的地方都合，包括以后我们治疗癌症、治疗内科病都会用到。好，包括这边，你没有水沾到不会发炎，你沾到水容易发炎，因为水进去了嘛，就容易滋生病毒。好，要保持想办法保持干燥。那如果水进去了，刚好把针取掉，好，叫病人把针取掉都可以。这种手法很简单，那个针很小很短一支。我们一般耳针做的非常的小，不会让你做一个很长的，一插就从后面穿出来。这个工厂太差了，对不对？哪有做这种针？好，刚好埋在软骨上面，好，不会做很深，你放心好了，不会做穿过去那么长的针没有的。好，那对第一个帮助我们诊断。第二个呢，诊断上就有分虚实啊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比如说这是两个腿，这是你把人倒过来哈，这是头，这是脊椎骨，到尾椎到两个腿，所以这个三角窝这个地方呢，这里面有个三角窝，在耳朵上方这个三角窝，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讲的位置，就是女人的子宫的啊的位置。那子宫卵巢的位置在这边，那你如果看到这里面凸起来一块。崩起来一块，都是大部分都里面有肿瘤，有肿瘤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一般的实证呢，好，抱歉哈，一般的实证呢，你会看到它凸起来一块，
一般的虚症呢，你会看到它凹下去，凹下去。那不管虚实，耳针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埋到那个点上去。好，所以耳针的治症，我们就是按照阿是穴埋针、留针，然后呢，六天以后取下来，取下来以后你不要当场去查嘛，他好，要隔两天叫他回来，你再去压，哎，这里不痛了，就完全好。哎，压这里还痛，代表病还有，再给他埋一针。哦，你不要跟他当天针取下来，当时就按，他当然痛啊，因为针刚刚拿下来嘛。你说痛啊，还有再埋下去，哦，那个不要，等个两天，等他伤口那个针口呢恢复，那针口很小很小，哦，一般来说都不会出血的，哦。临床上的时候，中医认为说，肾呢，这个耳朵是肾脏在管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你知道我在美国病人可怕到那个身体差到什么程度哈？我拿那个探针，我们这个探针呢，全都是圆的。我光在探这个他背痛的时候，这个针一压，我那个探针是圆头的，一压下去皮肤就一个洞，砰，好像刺到什么东西破裂一个洞。你看他多差那个身体，那个吃那个阿司匹林呢，啊，吃那个库姆林，好，这个老鼠药啊，啊。然后吃一些那个降血压的药，吃到后来都是这样子。你看他肾脏，耳朵是肾脏在管，耳朵是冰凉的，肾是寒嘛，肾是水啊，啊，所以那我们妈妈以前在做菜的时候，不是手一烫到马上去抓耳朵，为什么？耳朵是身上最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马上去抓耳朵哈，让烫的地方去抓耳朵，就是冰凉下来。所以你耳朵循环不是很好，所以你耳朵上有伤口的时候，非常不容易痊愈。好，那如果你耳朵有伤口，伤口由我们中医来处理，很简单，收口很快。那如果给西医处理，伤口抗生素本来就没有用，来吃也吃不到耳朵那边，就耳朵整个烂掉就切掉。所以你看耳朵像被咬掉一块，那都是相信西医的结果。哦，那我们中医如果耳朵整个化脓啊什么样，我们处理起来，哦，很简单。你化脓的地方呢，三棱针点刺放血，把它挤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撒些药粉。好，像中药的药粉很多，好，外用的药粉都可以。然后这个下什么曲池，曲池是不是上半身的消炎穴？好，效果好到什么程度？好，这个以前这个我二姐呢去打耳洞，打完耳洞呢，就马上打完耳洞就放个这个耳环在上面啦，对不对？把那个洞口收口，就放个耳环在上面，一放上就开始发炎。耳朵耳垂就，啊，很痛啊，痛的姐姐受不了了，跑来找我，曲池对侧的曲池啊，这一下去当场痛就去掉，就这么快，第二天一看整个脓头都没了，这个针灸的消炎的效果，好，那曲池我们上半身，下半身是足冰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膝盖的关节摩擦擦伤以后，那膝盖那边每天都在那边动嘛。所以那个伤口很难收口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每天的活动，那活动的时候当然有个硬痂那个好结痂结起来以后，里面都是化脓，因为你在动了，那如果给西医处理，他就把那个壳拿掉，好，壳痂拿掉，拿掉以后再给你上点药，你要再结一次，好，非常不容易痊愈，你不要脓都不用挤出来，你针下足冰下针下去，它针一下去它就开始痒，伤口就开始痒。20分钟以后，你把它痒很痒，20分钟以后你把针挤来，隔个 overnight， 第二天早上整个痂是跟它连到，脓都不见了，针灸就是那么好，从头到尾药都不用吃，好，所以我们常常在活用，所以针灸是相当相当活用的一个东西。好，你现在学了耳针，你现在知道了，那现在有个人来了，心脏病，好，心脏病一进来，你一看那个人。我们有九种心痛，你不管什么心痛，绞裂的痛，哦，可能西医说他是动脉血管堵塞，可能说西医说他有冠心病，说他心肌梗塞都没有关系。下针的时候，我们什么公孙内关、胃心胸，所有这个灵龟八法的八组穴道，公孙内关是胃、心脏、胸口的问题，所以公孙内关你今天遇到气喘，你也可以用公孙内关；胃痛也可以用公孙内关；胃出血、胃溃疡、胃癌都可以用公孙内关。好，那你气喘或者久咳、咳嗽。好，或者是肺结核，
哦，不管你什么心脏病，不管心脏肥大啊，哦，心律不整啊，通通可以用公顺内关。那你公顺内关下去以后，我们其他那病人就好了一大半。哦，其他我们知道他是心脏病，心脏病的时候我们下针，下针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介绍的关元啊、巨阙、天突，下完针以后，病人离开的时候，你给他埋一针在心点，心的痛点，而不是你认为心脏在这一个区域里面，啊、哦，在这个区域里面，那你用去找个好，找到一个痛点，找到这个痛点的时候埋一针下去，这个针埋下去，保证病人不会发心脏病，那个效果比什么都很好，都好，好、哦，那临床上很好玩，我个病人告诉我，埋进去了。就晚上睡觉，他可能睡觉的时候压到，或者其实压都不会痛的，他可能松开来或怎么样。哎，早上起来胸口有点闷，他想这个针在这边，他就手机按不痛了，那真的松脱了。那病人还跟我讲，这是真好，真好，这边这样子可以控制心脏。好，然后因为我只埋一边，好，那病人两边有压痛的时候，两边都埋。啊，那这我在美国都把病人教会了嘛。他这个我只买一边的话，他每次就在按摩这个耳朵，所以你看美国人只要在那边开车，一边开车一边按耳朵，那就是我的病人。哦、一般的中医都不知道这样用啊，哦，不知道去按耳朵，因为我书上也没有啊，是我从实物上学来的。哎，所以我常常去观察人家这个老太太为什么活那么长，对不对？把她秘密拿过来，哎，老太太也不知道是秘密啊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她从小就被这样训练嘛，哦，被这样训练，那。中医过去呢，我们训练男孩子跟女孩子，女孩子就是揉耳朵，哦，按耳朵，男孩子呢要训练如何小便，哦，现在美国很多人呢，这个肾盂腺肥大、肾盂腺癌，肾盂腺癌在美国死亡率是比心脏病还高，居于首位。那为什么呢？我就跟美国人，我就讨侃美国人，我说你这个人哈，你们国家太讲礼貌了，啊、哦，为什么？我到飞机场去，到厕所去上厕所，很多男人在里面安静无声的、啊。他可以小便没有声音的，可你到大陆去就不一样了，哇嘻哈，那什么声音都有哈，那个什么怪声都有。其实我们男人小便哈要出力，啊，什么叫做要出力？要训练，你们以后回家训练你们自己小孩子，你们自己要训练，啊，你要不要一有尿意就去上，先等一下，让尿累积多一点，累积多一点很饱的时候哈，上厕所，站在那边，好或坐到都没有关系。你如果站到，这是功夫哦，啊，那小便都可以练功夫的，真正的功夫是行走、坐卧什么都可以，随时在练的。好，那你把力量集中在腹部，很用力的把小便逼出去，尽量用力、大力的把它逼出去。逼出去的同时呢，小便没了啊，清完了不够，这个时候提气把鼓道提起来，再把最后一点的尿液逼出去。这个动作才是真正的小便。那你一天比如说五次小便或七次小便，你就练了七次，从年轻练到老，人不可能有什么肾盂腺肿大，什么肾盂腺癌没有的。那美国人不是这样的，美国人是安安静静的小便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肝经是不是落阴气嘛？好，所以你妈妈在带小朋友小 baby 小便的时候，妈妈在哪吹口哨，是不是吹口哨，是不是嘘，就肝嘛。好，嘘，小朋友啊，这是小便就出来了，小便就叫出来。那我们在小便的时候也是嘘啊，可是你不好意思嘘啊，你这边已经在嘘了，那边还在嘘，对。那小便的时候你心里在嘘，因为真正的功夫不是你当时吐气的嘘，而是没有气的时候，最后那一刹那提着缸的时候，那一声无声的嘘是最后的功夫，那最后一步在里面。好，很强。好，你要男孩子要每天这样练的话，你一辈子啊、哦，你。绝对不会有肾盂腺癌、肾盂腺肥大的问题。那美国人不懂啊，好，大家就安安静静，不要吵到别人，对不对？就每一个都肾盂腺肥大，就是这一步不知道。那我们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经验，好，这个医学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平常就要保养，不要等到有病的时候，好再去这个治疗都比较麻烦，哦，这样子。那这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些。基本的医学的观念跟我们人体还有耳朵啊配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用啊，怎么用。那耳朵在揉的时候呢，你上下左右每一个穴道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按，你按到你如果按到哪一点最痛，你就看看这两个部位，你就知道身体怎么回事啊。
那你按到两个耳朵通红，好像被那这个小孩子被妈妈拉了耳朵，对不对？处罚他拉了耳朵，耳朵红红的，就那样子。啊，每天早上起来两个耳朵红的就对了。好，那你上班要注意啦，两个耳朵红了，你那个同事说你家暴，对，那个太太把你捏成这样子，好，你要解释清楚，好，解释清楚，不然的话就误解。好，这个，所以这耳朵呢，如果说我们刚开始在这边心脏找到压痛点，我治疗完以后，你说老师他心脏好了没有？好，那可以压第五椎啊，第五椎是不是络心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络心脏，第五椎压也可以。好，你可以压耳朵。我一般来说是三部曲。什么叫三部曲？先压耳朵没了，趴过来，那个反过来，第五椎按没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按，你们尽量不要学脉，等到以后我们再讲脉哈。你们能够在望、闻、问三诊把病解决掉，这是最高等级的。好，耳朵压没有，心脏没有压痛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问他睡觉好不好？睡觉很好，结束了，心脏功能完全恢复了。因为心藏神嘛，好，心脏功能恢复的话，神会回到心脏的正位上面，神会回到血里面去，一觉到天亮，睡得很都会很好，啊，依此类推，那如果这个是气喘呢？那第三椎是不是联络肺腧？第五椎是心腧，第三椎是肺腧，压第三椎也没有，这个心脏这耳朵心脏旁边呢，就是两个肺的区域压也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问他睡觉好不好？一觉到天亮，还没有啊，我四点钟还会起来。不行，再做，好，一直到完全能够安眠，能够睡觉，才是完全的断根。所以说，你看这种诊断，那你身体在只要轻微的一点点变化，马上就查出来，你不可能会 miss 掉，不可能会 miss 掉。好，所以治症上面，为什么我们人体需要设立那么多？当初我们人体被创造出来后，为什么设定那么多的点可以去诊断同样的事情？就是因为要因时因地制宜，对不对？你说，我喜欢脚底按摩，那个没有脚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冬天的时候穿得很厚的那个棉袄，对不对？外面又是很冷，那你刚好又在住在青康上高原，哎，又不是按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力量又按不到，那怎么办？耳朵抓起来抽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很多方法都可以做诊断。好，所以不单单是你一定要去摸脉啊，一定要去看它。好，这个非常好的方法，而且又简单又快，从肠胃科一直知道内科。好，那你说老师，那肾结石，好，肾结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你看耳朵，你把它反过来，肾的位置是不是大概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后面接着肾膀胱嘛，你去压，用筷子啊或者这种探针进去压，哦，找到痛点，那你知道是第一个证明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我们是不是太溪上，哦，找到压痛点，对不对？是已经确定他有肾结石了，那你这边可以下针，脚上也可以下针，对不对？那肾结石和癌，一般的癌，如果我们在治疗的时候，你石头，比如肾脏癌跟肾结石，你石头排的时候会有时候看到血，当我们用处方下去的话，只有排石头看不到血，好，肾脏癌会排血，它血不断的出来，我们癌跟石头稍微不太一样。好，在临床在治症上面我们会区分开来，当然以后我们会介绍的更详细，但是重点就是在做针灸的时候，我不管你是肾脏癌还是肾结石，你的动作是一样的，治症没有说特殊的穴道，说啊这个穴道专门治肾脏癌，这个穴道专门治肾结石，没有，动作是一样的，这就是针灸。好，因为针灸变成虚实啊，我们只要知道虚实啊，虚实是寒热嘛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虚则这个补其母，对不对？实则泻其子，所以这就是针灸的精神。卷四这个87页，刚好在86页87页交接的地方，我们叫做有一个歌叫做回阳九针歌。这个回阳歌呢，好，亚门劳宫、三阴交，涌泉、中脘，中脘为了募穴，然后呢，
环跳